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。今天给大家介绍明代唐寅的墨竹图卷，纸本水墨，纵 29.1 厘米，横 150.2 厘米，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唐寅，明代书画家、文学家，字伯虎，以字行。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，故名唐寅，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。绘画宗法李唐、刘松年，融汇南北画派，笔墨细秀，布局疏朗，风格秀逸清俊，与沈周、文征明、仇英合称明四家，又称吴门四家。此卷构图与大多数墨竹图不同，以倾斜式的竹子自左向右平铺开来，洒脱自然，再以新黄来补充左侧画面，浓淡相宜，整个画面工整秀丽，层次分明，竹势极为生动，展现了唐寅花鸟画潇洒飘逸的风格。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，请欣赏完整作品。